星期日，然后又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聚会。我们先跟邻居朋友问一下早安，好不好？握个手，各互相问一下。早安，早安。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Thank you.
从那里降临，
节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九节。约书亚记一章五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是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萧传道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有神无惧。有神无惧，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新的一天，能够在这个殿中能够来敬拜你。主主耶稣，求天父来开启我们的耳，能够让我们能够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开我们的眼睛，能够读懂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成为有力量有盼望的人。我们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求上帝与我们同在，将我们今天的早上恭恭敬敬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这造就，得到盼望，让我们因为有你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用有神无惧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不知道我们人生当中在你生命当中你最惧怕的是什么？对你来说你最惧怕的是什么？你们想过你最害怕什么？我昨天晚上就遭遇到我从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攻击。我第一次感觉到惧怕，可能是我今天讲这个惧怕的人，所以呢今天就有这个经验，第一次有这种睡梦中当中，被这个很大的搅扰的，我觉得那是邪灵，那一片混乱，每一个人都犯罪，然后呢我不想犯罪也被抓着一群人跟着犯罪，哇，那个真是太可怕的经验了，真的太可怕的经验，那个整个是大混乱，所以我就觉得哇，那是很大的心的搅扰，在睡梦中，所以根本就睡没办法睡，因为你会想要不想要参与这个最终，所以你就会讲拒绝他，然后你就奉主耶稣说不行，我不要进去，然后你就惊醒，就是因为你很大的力量去突破，哎，就醒来了。可是要躺下去的时候，就是又来这样子，不断不断。刚刚那个阮老师说，你要，拒绝那个什么邪灵再进入这样子。我说哦，好，我下次我要拒绝再进入，这样就不会了。那今天就有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是不知道什么叫惧怕，可是我今天让我感觉就是真的是惧怕，真的是惧怕。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有神没有惧怕，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今天上帝要叫我感受到一下什么叫惧怕，什么叫惧怕。好，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事实上我们恐惧里面，有分成几个类型，那这几类型，第一个是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在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你的道路，你的未来，你根本不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
哦，你不知道你会嫁给谁，哦，未知的恐惧，哦，这都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你将来的归属在哪里，你将来的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哦，你不清楚，那时候你就会害怕很恐惧，哦，另外一部分是人际关系里面的恐惧，哦，诶，人际关系怎么会恐惧呢？其实我告诉你，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人家说，哦，怕人不怕神，你没有说过这句话，哦，怕人不怕人，所以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受，我们是被受伤的，哦，所以有些时候你讲错爱，什么叫错爱？就是你接受到的爱是被错待的。那最近有一个我的应该是亲人，远亲哈，然后他就跟我说：“阿姨，我跟你讲，我都不想回家。其实他爸爸非常爱他，非常非常非常爱他。可是他爱的方式呢，不是他喜欢的，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痛苦。他觉得，阿姨，我要到你家来睡觉休息。”所以他从北部到我们家，三天，好，然后就说让我可以呼吸一下，喘气一下。他说在我们家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意思是说跟我们相处他很快乐，很 easy， 他不用有压力。可是在那边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跟父母相处是很有压力的，所以那个叫错爱。其实父母都用对的爱来爱他，可是对他来说，那个爱是有压力的。所以他就觉得很痛苦，因为被束缚住。那他规定要这样，比如说爸妈规定要这样，他就没办法做这样。比如说头发，他是女孩子，他要把它剪得很短很短很短。那妈妈就怎样？爸爸就哇，三条线，尤其是教会的属灵的大人物。结果他的女儿是就是怎样，穿得像男生一样，然后呢头是那个很像男生的头，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会造成怎样？他生命当中非常大的怎样压力？他觉得好像我想要这样做，但是父母不愿不允许。我说这个就是价值观，哦，在外在的一个价值观。所以那个，然后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孩子。那我记得有一次吴志珍老师，我不知道你认识，然后他在讲他的生命故事，也在讲他的亲子关系。他说有一天呢，他的孩子跟他讲说：“妈妈，我跟你说哈，我要去剪一个头发，那你要让我自由，能够剪这个头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好。”就他就剪一个朋克头回来。啊，他说他看到那一颗头的时候，他简直快要昏倒，因为他无法接受他的孩子竟然接受今天这样的一个什么头发剪成这样回来，然后就这样一条线这样子，然后很高高处这样子，虽然是男生，可是他就觉得还是很难接受，他的先生他的孩子是这样的情况。那儿子又很无辜的说：“妈妈，你有刚刚说我尊重你，说要让我去剪头发，你说好的。”然后他就无奈的，因为他也是学亲子关系，他就觉得哦，好吧，好吧，他好不容易调整他自己。就接受这个孩子变成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孩子后来呢，他自己想要变就再去变回来。他说变回来之后他才比较，要不然人家都问他说：“老师，你的孩子怎么了？”这样，因为这个头发，他也会很多的什么社会压力。好，那刚刚那种情况也是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孩子想要做他自己，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合社会行为或道德行为或者是价值观，我们就觉得很不想改变他。好，那其实这个没有对跟错可言，可是我们都说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有些时候家庭里面是有很多什么冷漠的，家人跟家人之间是没在讲话，非常疏离的关系，所以甚至有些都根本就没有在打招呼，甚至看到你就讨厌，然后看到你眼界不看你就这样直接躲到房间去，这个也是人际关系里面很大的恐惧。所以回到家没有感觉到温暖，只有感觉到冰库那种感觉。这不有，那有一些太太曾经跟我说，我不太敢跟先生睡在一起。我说为什么？因为先生呢，有些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半夜的时候打他们，连睡觉都会被打。他说这个怎么睡在一起？哦，你看那种被虐待，那种家暴，你看那种家暴的家庭会有这种现象。那你会发现，你看
很亲密的关系，有些时候会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痛，所以这是很难被很难去说给外面人听的，这是很大的人际恐惧哈。那有些人怎样，很害怕被歧视、看不起，所以那个歧视也会让他的来讲自己非常的恐惧的哈。那就是他里面有很多怎样自卑的灵在他里面，所以有人眼睛看他好像不太对劲的眼睛看他，他就觉得他很自卑，他就觉得他受伤。那有些人是怎样，天天怎样，像战斗一样，每天都怎样，就是像战斗机哈，每天都怎样跟人家挑战啊，批判，然后对方就批判回来，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战斗，开始一边来一边过去啊，就是这种现象啊，这是人际关系很大的恐惧。另外一种情况是生死问题的恐惧啊，譬如说有些人啊得了癌症，像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得癌症哈，但是还好，你看我们教会得癌症的这些人，因为有生上帝哦。每一人都是有喜乐的灵，真的。我看了阿贤姐，然后还有那个谁，潘长老，然后还有董丽长老，你跟他们在一起讲话，你会发现他们很不一样，好像生命就是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上帝。那有些人呢，有些人呢得癌症，哇，他就真的是好像判死刑一样，所以非常的痛苦跟难过，然后不知道他的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如何面对人生，所以很茫然、害怕、恐惧。那有些人是中风，然后呢，卧病久病在床，他很怕久病在床的时候怎样，没有人理他，然后人家说哈，什么，就是说长久照顾就会怎样，久病无什么孝子哦，所以呢。这个中风的病人就很担心怎样，以后他没有人要照顾他，没有人要理他，他就会变成送到一个什么安养中心去，然后也没有人要想要照顾他，他没有人要来看他，那他就觉得很孤单很无助，这也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好像要过世的时候不知道我去哪里，那前一阵子就有一个102岁的，然后他就说他很害怕要去阴间，他说我死后到阴间很害怕很恐惧，他不知道去哪里，所以那个谁，我们的慕道友就希望说他怎样能够来信耶稣，将来就来受洗，他就不用再走到阴间去了哈，不用变成就是走到地狱去了，他很担心这个，很害怕，所以很多人是害怕死亡的，那有些人是害怕生活、生命、活着，不知道活着干嘛，所以他就想死。有一种是这种情况，不知道到底什么力量让他觉得想要活着，因为他觉得活着太痛苦。所以有人活着想要自杀，好，那就是活得很痛苦，不知道他的人生在哪里，他的价值在哪里，不知道。另外一种情况是工作上的恐惧，每天工作都超过18小时到10个小时以上，跟你相处最多的其实是工作同事，反而不一定是亲的。那你会发现说，工作同事很多时候是害怕怎样，这个工作没办法胜任，会被炒鱿鱼。那有些时候是怎样，担心说，我做错事情被主管骂。或者是说，当这个同事哈，当他很优秀的时候，又会被同事嫉妒，又会被同事讨厌，这个也都是会有恐惧的哈。然后很害怕，因为这样就被隔绝，被拒绝啊。所以这个是很害怕，关系恶劣，很害怕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就是有这么多恐惧哈。当然还有其他恐惧。那另外一种比较内向的人，他看到麦克风，他就很担心这样。这个麦克风他就有恐惧症，拿到麦克风就有个人说台下我可以讲话，那台上只要麦克风一拿起来，他就不知道讲什么，支支吾吾，然后想准备的东西大概一半的东西都忘记，会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台上恐惧症。那有的是黑夜暗蒙蒙的时候，他觉得他就开始很多的想象，只要面对黑夜他就开始想很多恐怖的画面，然后自己吓自己，那也是恐惧，有恐惧症。那我不知道哈，你知道七月现在是什么？人家说这些什么什么什么月，鬼月对不对？好兄弟都怎样？都出来了，好兄弟都出来。然后呢，我问一下哈，你们鬼月会害怕吗？啊，不会哈，有的人根本就不觉得它存在哈。那有人是觉得没关系，它存在我不怕。啊，到底有没有存在？
那我相信有鬼嘛，哈，但是他几月出来，我真的不太清楚了，哈。那他们外面的人都是说七月出来，哈，所以他们七月十五的时候就特别要恐怖，哈。然后呢，拜拜，然后用很多的食物给他们吃，怕他们孤魂野鬼怎么样，没去处，哈，所以很担心他们饿了，然后来找人麻烦，所以一定要怎样？祭拜，好，然后祭拜，然后用那个什么食物给他们吃，让他们安顿啊，吃饱，哈，然后到七月底的时候，希望能够怎样，鬼门关一关的时候，他们都回家这样子，然后就不要来危害人类，哈，这样，啊，这个是那个一般七月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一个比较好的是，我们因为不害怕，我不害怕这些鬼神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哎，我们有上帝同在，他们就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所以要有平安，但是很多基督徒虽然信耶稣，有没有平安？你相信吗？很多基督徒信耶稣没平安，像我昨天晚上就很没平安了，对不对？也是会有没有平安的时候，会啊，会有搅扰的时候。那有些人害怕很空旷的地方，一害怕，比如说像这个空间，觉得还好。那有些人，譬如说电梯，一个人。坐电梯密闭空间，他也会很害怕。这种是跟刚刚那个是密闭的害怕，这个是空旷的害怕。在一个海浪的地方，也特别害怕。这种是害怕，也是恐惧。那有些人是惧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惧高症？有哈，我是高山症的哈，我惧高症哈。那惧高症也是很可怕的哈，从上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好，那有些是怎样？家庭关系里面。语言暴力，嘴巴的暴力，嘴巴暴力可不可怕？很多时候是，太太语言暴力，然后先生怎样，肉体身体暴力，哦，这样子情况，所以这也很害怕。所以夫妻相处有些时候是惧怕的灵在那地方在一起，很可怕。因为我听过这样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告诉我。我被我老公打，要不然就是给他殴起来，哈，好，就是这样子。还有的时候是头，有的时候是流血，真的有流血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怎么过啊？这日子怎么过啊？家庭怎么过啊？哎，应该这些人都来信耶稣，然后求上帝来调教他们，调教让他们在爱里面来活，这样才好。好，那刚刚说歧视的眼神，这也是很害怕。对，那我跟你还有一种是。很亲密的关系，我跟你很好，哦，我跟你很好，可是我怕太靠近你，因为我太靠近的时候，我所有一切你都怎样，你都知道，那你都懂，那太靠近的时候，就有些时候你是没办法接纳对方，就会不想伤害，不想攻击，所以啊，有人是害怕关系太亲密，然后后来分离的时候，例如说像我跟我先生很好，他突然分离的时候，我跟你讲。也很痛苦，因为哦，一那个三要会一很久哦，因为越爱对方，你的一的那个程度就会好像觉得哦好久这样子，就觉得像前几天不是情人节嘛哈，那就会有感觉。还好最近情人节我都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比较不会怎么样，都可以疗伤哈，都可以疗伤，还有神同在都还可以疗伤哈。那有些人是怎样在那个好没有人的地方？只要是没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感到就很孤独、很无助，哈，就是很孤单，哈，很孤寂，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的依附关系就是他一定要找一个人怎样跟他在一起，然后找一个人跟他睡，找一个人跟他陪伴他，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看到有人很孤单的时候，我们去陪伴他，这是一件好事，哈，是可以真的把别人帮助，因为他惧怕，他也惧怕。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部片子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勇者无惧》？本来我要给你看那里面的内容，只要三分钟而已。后来想时间大概不太够，就用讲，简单讲他们有一段父子的对话。那这个叫什么？席维斯·斯特劳就是哦，好，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呢，他就在影片当中，他是那个。就是拳王冠军哈，拳王是历届过去的冠军，可是他已经很老了。那很老的时候那就是他在叙述说，那这一次呢，刚好一个新的怎样挑战的那个什么，国王不是国王，就是那个冠军者哈。然后呢，就下挑战是给这个
过去的这个，因为他以前很厉害，然后他就想说我要跟这个人挑战看看，看他厉害是我厉害，就是那个要跟他比赛的人。那他那时候很老了，已经画几十年了哈，然后他都没有在比赛这个拳击哈，所以他就想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家人，我就说，人家可以下挑战书，你不见得要去比赛，而且你比赛的时候昏血，所以呢就不要上去了，就很害怕很恐惧。那他的孩子就拒绝他，然后他也很担心他的先生他的爸爸过世，又很担心怎样，因为打败就会没有面子，所以他惧怕爸爸输了就没有面子。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他讲了一些对话，这些对话是这样，这其中里面有个对话是这样，然后他就说，爸爸选择我要去比赛，是因为我对拳击有兴趣，那我也要为我自己的拳击这个比赛来负责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决定要这样做，好，所以他就是打算他自己要往前走这样子。那他儿子就很害怕，他就很担心说他被笑这样，被耻笑，他怕他输了他被耻笑，然后他怕他没有面子，他担心他有那个恐惧，他内在很多恐惧，现在在讲到恐惧。可是呢，爸爸说了一句话，就跟他儿子讲这样子的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帮助我，我就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帮助。他说并不是你能够挥多重几拳了哈，而是你能够承受多重的打击。这个不是因为你怎样能够挥多少的拳，而是你能够承受多少的这个打击，然后呢还能够继续往前走。好，你不断的继续承受打击，然后还能够再站起来，还能够再继续往前走。他说：“爱就能够创造勇气，因为勇者无惧。”这里讲到说那个信心跟勇敢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来靠自己能够往前走，这是靠自己的话，因为爸爸是这样跟他讲。那我们来看看，我先问大家：当你承受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你会，当你别人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说：“哎，这个你来帮忙，请你来服侍。”好，最近那个要成立一个新的敬拜团，妙音就要这个开始了哈，要成立了哈。那这个成立的过程，哎，承担了这个重要的责任跟角色。有些人怎样？好，我来学习，我勇敢来接，所以呢，他们就要请老师来帮忙。帮你受受训，好，那这个就是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这个敬拜的角色，这是一个敬拜的角色，不是很重要哈。那有些人会逃避，说不行，我不要，不行，我不能哈。有的人会逃避，会退缩，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太一样。那我不知道，如果是懦夫的话，他就会说怎样，开始埋怨，因为有遇到困难、遇到困境的时候，就开始埋怨、来抱怨，谁不行，不行。然后呢，有些人就这样害怕责任，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说不要我责任，这样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有些人是面对问题哦，面对困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逃避的心理、退缩的心理，不想承担责任，因为他觉得责任太多，不想。那另外一种，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谈的约书亚这个故事。那约书亚这个人是谁？我们看他的名字就好，从名字来看，约书亚。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其实叫什么？何西啊，何西啊。那如果以希腊文来，希腊文来说哈，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哦。所以你知道旧约时代很多都叫耶稣的，就是这种耶稣的名字啊。所以耶稣的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其实在预表这个什么主耶稣的这个过去。那摩西哈。在摩西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成约书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上帝是拯救者，上帝是拯救者，所以他本身约书亚的一个角色也很重要，他打败那个亚玛力人，所以他是很优秀的战士，所以他很勇敢，而且呢，他能够跟很多的战争，他都打赢战，那他也是摩西的好帮手。
所以摩西每次有什么困难、有问题的时候，都找他帮忙。所以你看，无形当中他虽然比摩西少一倍哈，辈分是少一倍哈，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他也因为从小就看到这个领袖在做事，他就怎样，好像跟班的哦，就这样子被训练。所以约书亚后来为什么能够承担？哦，本来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哪里？出哪里？埃及，对不对？好，那他们要到迦南地，他们应许要到迦南地区，结果他怎么去？摩西没有到哦，哦，没有到哦，是谁去的？他就把这个棒子接给谁？约书亚，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接给约书亚。那约书亚他的角色跟那任务就怎样？他就怎样？摩西指令他，所以呢，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哈，摩西就为约书亚这样按手，哦，设立，然后设立他为领袖，设立他为传承跟接班的人，就说，哎，再过来我要死了哦，临终的时候我要走了哦。啊，再过来就要拜托你哦，这个任务嘛，就由你来接哦，接手。所以你看哈，哦，我们的牧师不是有很多的按手啊、案例啊、哈案例牧师啊，都是用这样的情况，头就被按。那个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你要成为领导者啊，成为领导者，成为一个遮盖者，以后你就要带领以色列啊，然后进入到迦南地区，又应许到迦南地区。所以这个是约书亚的角色。那你看哈，哦，圣经上开始就在讲，请问我先问你们，这个角色如果是你来承担，他要一个人要带100多万人进入迦南地，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困难？啊，会遇到什么问题跟困难？如果是要叫你带，我跟你讲，带50个你就累死人了，哦，还要叫你啊带100多万人，哦，摩西没有达成，是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顺服神。所以神要让他进去，啊，进去应许之地。那约书亚有没有？约书亚比较乖，哦，他比较听话，哦，他比较听话，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而且上帝也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觉得他可以担待。所以我告诉你哦，当我在邀请你们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是表示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恩赐，会邀请你一起来参与服事。我会这样邀请，不是因为你，我看到你有这个能力的恩赐，所以如果被我看见的时候，你不要拒绝我，要拒绝，有而无惧，你今天就是有神无惧嘛，对不对？反正不会就从头学嘛，哈，慢慢学就会，慢慢学就会。然后呢，你看哈，在这个地方讲一件事，他说耶稣也，你看他平生的日子怎样，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怎样站立得住，意思是什么？意志力雄厚的，哦，只有你站立得住，其他人就没办法，所以你最厉害。他说哈，哦，因为他也会害怕，说，哎呦，这点难，我随便要闯，要进入到这应许之地，而且迦南地那些人，好不好？好不好处理啊？也不好的，为什么？他们人很高大，然后他们的城墙又很高，然后要攻占战略，他们耶利哥城又高又大，对不对？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又长得很高，那我们知道小矮人，然后面对这个大巨人，要怎么攻啊？一想到就害怕，就恐惧啊，所以他是很恐惧的。但是他就一直说哈，我怎样，你摩西同在，我就要与你同在。所以过去他就是靠着神，不是靠着你。他所以就后来讲说，你不是靠你啊，还有我啊，我要跟你同在，我不会把你丢着，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不会，我要怎样，不会丢弃你，也不会撇弃你，我要跟你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不离不弃的神，他是一个跟我们同在的神。这里讲到，那虽然他是在世，他还会害怕，但是呢，求上帝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我跟你同在，有我在，哇你可哇你可，哦，有我在，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啊，哦。然后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要刚强壮胆，就是要怎样，很有勇敢。然后心要很强壮，然后你要很有能力去面对问题跟挑战，哦，啊，你不是靠你自己，是靠我，哦，他说你要使这些百姓，哦，承受那地为业，就是那应许之地那个迦南地，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这是我过去曾经应许摩西要到那个地方去的，现在就交付给你，而且我要把这些产业都归在你名下。嚯，哦，啊，你有没有很大的什么
确信跟他讲，他们这样，上帝我很清楚跟他讲，这就是你要得到的应许之地啊。所以这是一个说话说话的上帝啊。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个说话又算话的上帝。然后呢，他又跟他讲说哈，你看，又叫他刚刚讲刚讲壮胆，现在又刚只要怎样刚讲大大会壮胆。你看他讲几次？第二次，这是讲第二次啊。然后说你要怎样遵行我的律法，你要遵循我的律法，好，然后不管你到哪里的地方去哦，好，你就可以顺顺利利。所以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守神的律，好，那听我的话去做，那我就会让你凡事都顺利。好，那我们再看哦，他又在讲这个律法书，你要每天想，像我的慧琳，他说他每天读两个小时圣经，一年就读五六遍，好，圣经，所以他读了十几遍，我就觉得我连我都不如啊，真的，我觉得你看哈，可是你看神的话就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他做工这么的有力，是因为他知道神在带领他，所以知道要怎么往前走，那就是神的话一直在他刻在他里面，他知道他不可以做错事，好啊，当然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你很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越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人。越知道自己做对还是错，你会分辨，那个灵会让你分辨。所以哈，他说只要你遵行他，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跟你讲，信哈，如果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会不会得救？光信。有人说信就得救，真的吗？如果信，那信你靠这片，然后都没有行出来，然后都尽做坏事，光信就是做坏事做完之后，哦，对不起哦，我做错了，再来认罪。这样上帝会得救吗？这样会让你得救吗？好，他说要遵行神的旨意嘛，让你凡事都顺利哈。不过这句话我其实我在想说，真的信就是完全就都顺利吗？你会发现他很多坎坎坷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哈。但是这里讲到说有神同在，你就不用惧怕。然后他就想到最后又讲到说，我难道没有吩咐吗？你看又再次讲说你当。刚强壮胆，好，那我问你哈，这样讲你是第一次了，第三次，意思就是这一句话怎样非常重要，所以要讲几次都是要重复讲，这不是这一讲，以赛亚书也要讲，好，然后那个生命记也要讲，都在讲这句话，叫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们人很会害怕，不要惊慌，因为人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失措，一直不断的讲。因为他要对耶稣亚立定，你就是要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因为你不管到哪里去，你战争到哪一个地方，他从旷野这样子到迦南地杀进去，然后他从中部开始打战，然后到南部去，第二批就到了南部去，后来就到北部去，全部都被他攻掠，然后呢，再把所有的产业这样分给所有的那个什么十二支派，每一个都分好，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以这就是一个会懂得领，是一个领袖，他懂得分配，懂得分配责任，懂得分配角色，然后懂得分配产地，这个就是耶稣亚，他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现在要问你，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不畏艰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接受挑战，这些年轻人你们要训练，对不对？像彼得啊，很会唱歌，那他唱歌唱得很好。那个赵宇啊，赵宇在哪里？不见了。很会唱歌，他们是很会唱歌。还好我们有那个谁，对林老师来协助帮忙陪伴，这样训练，慢慢训练，让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壮大，要刚强壮大，刚强壮大。所以不畏接受任务，不畏接受服事，不害怕。第二个人要面对困难的时候怎样？你愿意很谦卑来学习如何去突破困境，不要因为困难就退缩，就害怕。然后呢，要倚靠上帝，相信说你不会是一个人自己去承担，是神会与你同在，他不撇弃你，不抛弃你，也不离开你。你到任何地方去，他都跟你同在。而且他是说话算话的神，而且。他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真的哦！我生命当中有太多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我所求所想，
神都知道你欠缺什么，就会供应什么。你要相信，把你的难处交给神，然后与神同行，去面对各样的困难，那神就会让每一个困难一样一样成就，一样一样成就。我相信我们的事工也是一样，神会成就。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会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你看哦，在这里讲到说，要让我们怎样刚强壮大。我不知道我们生命哦，有一些人是怎样看不到，哦，有的人就是从小到大就不太有胆子。那有些人是信心满满，去哪里他都不怕，他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很积极、很主动。那有些人就不怕。那但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要学习，不行的时候靠神。我神啊，我害怕，我胆恐惧，恐惧的脸，求你离开我。那个刚强壮的脸，求你怎样放在我里面，让我信心去面对。所以我要不断的常常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我的力量，我的力啊。然后再不用害怕，不用惊慌，因为知道说神知道我们的心的需要，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知道，他懂，我们就求上帝看顾。今天早上我们来准备八大章的讲义，就是我自己写的稿子，就稿子什么都没有带。不是，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空瓶到我的档案里面去，什么来到这边那个档案不见了，就想说好吧，那就凭信心而讲哈，就是这样子直接跟他讲，那也还好，我觉得上帝与我同在，至少好像我要讲的也都差不多，内容差不多啊，所以也是还好。那很重要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相信什么？当你前途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你确信说这条道路上帝会在眷顾你。另外一个确信就是，当你重担压力肩扛的时候，你知道说不是你一个人在承担，还有一位神怎样与你一起承担。所以不要靠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靠神与你同行。另外一个部分是，当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去拒绝。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可怜？每次那个问题都是我都是风浪最多的那个风浪的人，好像我所有承担都是最大的重担，别人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最多？那你会发现哈，人生当中哈，如果风浪多的人，你会发现哦，他的生命力都是比较怎样，可以承担重担的，比较可以承担，都风平浪静，完全都是怎样平平安安的那种过日子的，通常哦。比较一个大的风浪来了，他就不行，他就很容易跌倒。可是大小风浪一直都来了，他比较能够怎样，撑着风浪而走，因为不太一样。再来就是，当你很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确信上帝永远才不离开你。那最后哈，既然我要跟大家说，我想问你，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有没有确信？上帝的是跟你在一起，你们确信？我在问你，当你重担压肩头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会替你担当吗？还是你还是靠着你自己在那边拼？有些人是没办法放下。再来，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放手吗？有些人是。说神啊，我祷告我放给你，可是怎样，心里面还是在这里，没有放下。有些的时候给你们，这都是给你们挑战的哈。当你很软弱的时候，你还能够靠着刚强。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相信上帝很爱你。当有一天死亡来的时候，你确信你可以回到神的家。丢给你一下，丢给你一下。我希望我们生命当中，你有那个确信，有上帝与你同在，你就没有恐惧，你就可以面对各样的难处。我们今天要来唱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主永远与我同在。
这首歌很不好唱，那个节奏也蛮难，也都是后半拍，所以我要来看，我要来看这个拍子，你需要吗？你看有没有用？好，我看有用。来，有需要的可以。认识你这位全能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而且是给我们平安的主。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也永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永远不孤单，能够克服艰难。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在平安的七月里，我们要刚强壮胆的把福音给传出去啊！好，接下来是金句朗读。在周报的十一页也有哈。好，那华语我们一起来念。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台语我一句，大家跟着我念哈。我敢无能力吗？我敢无能力吗？你着勇敢壮胆，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无得惊，无得喘。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伫地，英文。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Courageous. Do not be terrified.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谢谢。我们来回应神的话，奉献。